堂，但要死在此。嘲讽补刀法，被受死吧！气死这个妖姬！你上来打我呀，点我呀！哎呦，还敢上来 Q 我？他没 W 了，也 Q。好了，下雪。哎，王子，南昌也来了，叶上也捅一枪就走，回头追，闪现 Q 挂点了，死了吧？这么早就来抓我都没注意啊！更新装备出来，他有个 W， 一空了，上去捅，半血了，他现在只敢说塔下，叠个 GVQ， 然后强杀，隐身了。那就算了，等下一条技能。他要回神的话会少吃很多兵，取消了。舍不得这个兵啊，你这点血怎么吃呢？送吗？王子塔皮要掉了，剩下塔皮上了，捅他。妖姬会过来吗？闪现上来 A 我一下就跑了，差点被皇子打死。残血妖姬，我一个 W 就能戳死他，等个 W， 一小兵 W 戳死。第一件幽梦出来，找到机会就一上就捅，直接打他一个大，擦，残血妖姬塔都不守了。W 三，这样回城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残血妖姬还敢在塔下浪，先一塔出 GVQ， 然后找机会一上去一套带走，快点来。哼，还敢浪，妖姬现在已经被我打自闭了。来上路看一下，这边打起来了，支援一波，先杀三恩啊，好脆啊，走一下，别被他尸体打。残血皇子上去出人头，一发 W 300块，这里无处被追杀，就一手跳飞机 W 击平 A。 有不少兄弟说我只会打低分段，这是我今天的包天号战绩，翡翠局嫌低的兄弟可以找我包天，只是低分段更容易打出精彩的素材，所以网通区排位场次48以上还在白银山以下的，找我包天打骨折，而且你的号大概率成为视频主角。